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 Sunny，我刚刚通过那个 Rudy Kusuma 的team，卖了我的房子，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来分享一下，我跟 Rudy 团队的一些很好的一个 experience。我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想决定卖掉这个房子，因为我住了好多年了，想换一个。更大一点的新房子，所以呢，我通过1300，听到了 Rudy Kusuma 的 team，主要吸引我的也是因为他有很多，3万多个的那个 waiting list 正在等着买房子，所以我想试试看，所以打了他们的电话。Karen 刚跟我接触的时候，我其实还有一些。就是不太相信能够很快卖掉我的房子，因为这个时间点上面市场不是太好。但是我们经过 Karen 给我的一个仔细的分析，我们就是定了一个合适的价格，所以在短短的就是一个星期之内，Open House 有很多客人来看，然后。在第二个星期的时候，Karen 又给了我很多策略，就是调整，调整了一下，反正就是很有办法，就是在3个星期之内，我一下子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，然后卖的价格非常好，就是超过了我能够就是预期的这个价格，2万多超过了，我很满意，Karen。他给我提供的一个特别专业，然后又为人又特别那个平易近人的，这么一个服务给到我，所以我，特别那个想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，我也会推荐和介绍我的朋友到 Rudy 团队去 listing，sell 他们的 house 啊，然后也会推荐他们从他们那里买房子。感谢 Karen，感谢 Rudy Kusuma 的团队，谢谢他们，让我很顺利，以最快的速度，以很好的价格卖掉了我的房子，谢谢。